米可学骑车。终于天晴了，真好。是啊，好舒服的天气呀。这样的天气最适合骑车了。丫丫，你会骑自行车？是啊，要不我们一起去骑车吧。改天吧。有，好耶！嘿，啊！别！小薇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小薇，你真是帅呆了。这是需要天分和刻苦的练习才能达到的。哈哈哈！米可，想试一下吗？我的自行车可是最新款的哟。我才不想试呢，我自己养。咦，说起来好像没见过米可骑自行车呢。啊，难道你不会骑？我都会，米可一定会的。我就是不会骑车了。不会吧？不会骑，脾气还不小。这样吧，我教你。哼，不需要，我自己能学会，而且一定比你骑得好。米可，等等我。哼，真是的，会骑自行车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学得会。丫丫，骑车很难学吗？不算很难，但是我不太会教人。你没问题的，帮我扶稳应该就行了吧？好，好了，我扶稳了，来了，你小心哦。不要紧张，不行了，看前面呢。米可，你不要回头啊！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我们继续吧。哦，米可。开始学自行车了。是呀。当心别摔跤哦。不用你管。好好，我不管，继续加油哦。不过想达到我的水平可不容易啊。好了，不要太勉强。当心受伤，我走了。嘿。这家伙真是的。还要继续吗？哼，我们继续。不疼。疼！米露，轻点。忍着点，怎么摔成这样啊？我在学汽车啊。好了。轻点，我今天摔惨了。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卖力的学呢？还不是不想让小薇看笑话。我不会让小薇那个自大狂看扁的。对，就这样。向前看，不要回头。好的。感觉比昨天好多了。这次骑得挺远的，是不是呀？丫丫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学会的哦，这样啊。不过这次很不错啊，骑了好远呐。我厉害吧？平地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难度了。哼，去挑战斜坡吧。啊，现在就去斜坡，感觉有些危险呢。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斜坡到了。嘿，米可，丫丫，嗨。怎么又是他？自行车练得怎么样了？摔跤了吧？是的。摔跤是难免的，我这样高超的技术可是摔出来的。米可，你要小心啊。谢谢你的好意，
我已经会骑车了。这么快？你可是昨天才开始学的。哼，这有什么难的？难道你觉得我没你聪明吗？不不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能急。哼，你就是怕我超过你。你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自大的家伙。你，哼，不管你了，太任性了。真是的。小薇，让你看看我的实力。不行，危险。危险，快停下。真是麻烦您了，妈妈。这次算运气好，没什么问题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对不起，妈妈。到家了。来，米克，小心一点。走。我的自行车。哇，全部都修好了，跟新的一样。耶！怎么样？开心吧？谢谢哥哥。这可是小薇帮你修好的。小薇？是啊，她觉得你受伤都是因为她。所以非常内疚，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修好的。这样吧，我教你。当心别摔跤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能急。你就是怕我超过你，对不对？你怎么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危险啊！米可，小薇她在公园里。小薇，米可，你出院了。米勒说自行车是你修好的。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。不用不用，我也对不起。什么？那个你等等啊。这个，这是给你的。戴上护具就不怕摔跤了。谢谢你，小薇。还不赶紧试试？现在？对啊，我教你学骑车呀。真的吗？当然。不过就算我教你，你想要在车技上超过我，那还要付出努力的。哼，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来，米可，我们接着练。放松，放松，别紧张。对对，注意前面，上车动作要轻柔一些。知道了。不要紧张，我就在你后面。对，对对，好，扶手打直，别晃。对对，继续，米可，你太棒了。